Hello， 大家好，新年就快到啦，我哋咧 Gameplay HK 希望就送到啲礼物俾大家。咁我哋决定咗啦，就将我哋喺 Gundam Conquest 里面储到嘅 DP 咧，就送出嚟俾你哋，就多就唔算好多啦，又唔算好少嘅，一定都帮到大家喺市场 bid 到啲靓卡嘅，总值咧都超过40,000 DP 噶。玩法就好簡單嘅啫，只要你哋 like 我哋個 fan page 就係呢個網址。之後咧就 send 封 email 俾我哋啦，主題就寫翻 Gameplay HK 送大禮，咁就係呢個 email address。咁 email 內容咧就寫翻你哋嘅 Facebook 用戶名就得啦，因為咧方便翻我哋核對翻你哋資料同埋聯絡你哋嘅。怎样选出幸运儿呢？我们就会数回第50封和第100封的 email， 第50封 email 就会得到8888的 DP， 第100封 email 就会得到38888的 DP 的。那就不是这个时间 send 过来，我们就会有一个日子给大家的，就是这个日子和这个时间，我哋就会喺呢个时间打后咧，数出第50同埋第100封嘅幸运儿。不过咧，大家记住守规矩啦，千祈唔好send 超过一封 email 俾我哋。咁我哋咧，如果check 到你系超过一封有得奖嘅话咧，我哋就会取消资格嘅。希望大家守规矩啦。有兴趣嘅朋友咧，记住留意我哋网址，因为我哋详情都写咗喺里边嘅。咁就预先祝大家马年行大运啦，打机逢关过关，同埋咧经常抽到 SR 卡啦 ，SR 卡真系好难抽啊！咁希望我啲 DP 咧都帮到手啦，希望你哋容易买到 SR 卡。好，咁中意我哋短片朋友，记住 like 我哋，同埋订阅我哋频道，因为日后咧都会有更加多活动俾大家玩嘅。咁 OK， 咁唔该大家啦，祝大家好运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